的话，这个整个头型会变成是一个斜的。是。对。因为它的旋比较后面一点比较低，所以如果它这块是扁的话，整个头型就变成是斜的。嗯。有没有？就变误导。对，所以这块要把它抓风，起床的时候稍微往反方向搓，因为你睡觉睡的一定是往下睡的，所以你要往上搓。刚跟谁去睡觉？他是造型品有问题啊。他没有用造型品啊。他没有用哦。他只是睡觉。可是你已经烫嘞。他烫玉米须，因为戴安全帽还有睡。睡我觉得他睡是睡觉。你刚是那个吧？哪个？哪个啊？偷睡觉吧。你是不是坐着然后这样跨着啊？我觉得他是睡觉起来，然后弄，然后他根本就没有弄后面，他就对着镜打弄正面。好啦，我这些成就都快哭了啦。啊，之后再上一点点造型品就可以了。造型品，这些东西都不可以碰到头皮。对，哦，不要碰到头发，因为如果弄头皮的话，它的支撑力就会变弱了，它变重，会先从发根先塌。嗯，你从发根先塌的时候，头发的发型后面尾巴就。所以我们在上的时候是在指尖这边。上在指腹上面，把它推开。酸酸软，上在指腹，一定要先上在指腹推开，因为手心的面是太平面了，大部分是用指腹的手，在推造型品的哈，所以这样会比较好推。整个长高了15公分，就利利落好多。你是穿高跟鞋算什么？是高到二楼了，然后他是有海洋面的。好，侧面没问题了吗？对不对？没问题了，侧面没问题了。前面、正面、前面。其实我有一个建议啊，就是说台湾有很多男生像他这样高额头的，他们都会一直要用头发盖他，还有戴帽子。我跟你讲，这尽量不要办。你拿外人给我再给你骂我。你看，他们就会一定要有这一撮，你看这多空，你看。那怎么办？怎样？其实我会建议说，像额头马上剪短，额头这么高的人都能你来。来快，就是像他这么高，我来下大笔额头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看哦，一、二、三，你看，太高了，好不容易找到新生了。我跟你讲，两个站在一起配对一下。我觉得他长得很像从漫画走出来的人呢，像他就是很细又很软，像他的话，像我一样吗？对，他跟你一样，很少又很细，所以他又瘦，脸又长，然后人又高又瘦，像竹竿搞得我看起来更胖。然后，所以其实像他的话，那一句话就是，对，我觉得是像他的话，我觉得到时候我一定会帮他烫，整个都卷卷的，就要有密度。那下次来给我们感受一下。好啊，然后像他的话，我会建议他前面把它剪掉，就是我跟我真的很刚剪，就像这样啊，有没有？你看，比较好看，这样子反而是有的，有哎，剪刀，哇，哦，哎，对，有一点成绩了，真的不要，可以剪吗？可以剪呢？可以剪吗？可以剪啊，你应该剪了。你可不可以？因为他的头发应该剪了吧？因为我头发是属于比较细软的，然后我后面呢也是像那个同学一样。就。然后怎么办？我要用什么造型品？好像新梅姐的话，她头发真的超细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给她洗我。就是又细又软。我对。我要形容一下我头发的细是像你们这个毛啊 ，baby hair 这里的毛有没有？很多人这里都会有毛，的那么细。对，大家都不相信，对，好像胎毛一样细。他今天摸到我的头发，因为我以前头发都是 Tony 帮我处理，然后他小麦今天是第一天帮我剪头发，对我超高兴，吓一跳，我一直流汗，真的，你不要我在开玩笑。那怎么办？我的造型太会紧张啊，就用这个细，可是很细，真的很细。为什么表面看起来是粗？因为我们有帮他上一点点夹一点点蓬，啊，真的好软好软。然后如果其实像新梅姐的话，她的造型产品，我建议都是先放在手上。哦，对，我不要直接去喷，因为会太多在她的头发上面。你一直会做比较细的人，对，就要这样做。对，如果我们这是在表面上，对，我都开始轻轻的这样拨。哦，对。然后我会再用手，因为你看这样。